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ster Man 怪物神话。今天我们来祝小雨生日快乐。这位是小雨，然后这个是咖喱，然后是小东，还在创造啊。然后这谁啊？隐形的是谁？咖啡猫啦。哦，咖啡猫，给我现出你的原型。生日快乐。好，我们先去上面。哎、欸，你们所有人全都切回生存啊！好，走走走，小雨赶快走。小雨。你就知道，我们不会怎样啦。小雨，这些狗狗是给你的。只要有人打它，以后就可以。真的很搞笑，狗就觉得打它真的搞笑。小雨，看一下那边吧，看外面。看一下外面。我在这里送一只猫给小雨。小雨，我还帮你带了东西。小雨，过来拿礼物。这里礼物。小雨，从这里，从这里走。小雨，从这里走才看得到。你先看一下礼物啦，就是。然后你看一下地板，看一下地板，这下面我做的。来，接下来看着那边。哎、欸，小雨的礼物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里的玻璃谁打破了？看那边。哎、欸，我准备给小雨的礼物不见了，它飞走了。它不见，哦，又出来了。小雨，看一下，读一下里面内容。啊，也顺便给观众看一下。小粉还在开加速。捏一下吧。对面的小雨是我用的。小雨，对面的小，对面不是说对面的小都不是我弄的，对面的蛋糕是我弄的。我刚才也说对面的小都是我弄的。对面的小东是你弄的。好了，我要。弄创造把我们带小雨来创来参观，来参观一下、哦。参观一下蛋糕，还有我送的礼物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还要拿个东西给小雨。他电死掉了。不睡死了，小雨，这是你给你的蛋糕。然后上面的蜡烛，请先吹熄。小雨不够高。小雨不够高。我来啦，我弄给他吹洗啊！等一下，小雨踩梯子上去，打膝盖，超惨！找到了，小雨来了，小雨了，好走。等一下，我先跟他说，小雨，然后你看一下，这个我们做了很久，要给你，之后你要打开我礼物包装。走走走。哎、欸，下面小雨会直接摔死。喂，痛，死不去啊！和平模式呢？好、啊，所以可以周围参观一下呀。对啊，小雨可以参观一下哦。东风，你不要乱飞。乱跑才对吧？好了，来看看你生日蛋糕的里面吧。快点啊！看看你生日蛋糕的里面。剪我？为什么要剪我？走开，走开！不要剪我，不要剪我，走开！不要剪他，小雨，来，这里是我的礼物，过来打开吧。这里是把羊毛剪开哦。对啊，我有给他剪刀，把羊毛剪开哦。把羊毛剪开，剪开。好、哦。这里面呢、啊，这个没有陷阱啊，你是怕我们哦？我不会怕你。等下，来射弓箭。都是给小雨的礼物。哦，小雨。谁躲起来了？小雨很调皮耶。走走走，去里面。
不要再剪我了，不要再剪我，我要去跑。这是小鱼蛋糕的内部啊！不要剪我啊！不要剪我啊！真的是你的蛋糕的内部，因为被那个被 Gary 弄成这样了，所以你在里面，你用剪刀剪他的头部，你看他的脑袋里面，你在剪掉这个，弄啊！不要弄了啦！我弄错了啦！小雨死掉了！啊啊！啊我没有戒指啊！不要这样啊！你这混蛋，你做了什么？哎呦哎呀，他去打我的！你去死啊！我太没有了，我TV做人了。奇怪，在那生气什么啦？哭！抱歉，我TV做人。小雨，这个给你，你可以删。这里，给你，抱歉啦，你可以删。你为什么要按 A tab 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哭哭。为什么要把耳机扛嘞？好了，里面要去二楼看吗？小雨，你过来这边，把这只老鼠的脑袋拆下来，你就知道有什么玄机了。把这个脑袋，小宝宝，你还打我？哎呦呀，不要打我，小雨！打混战，打混战！哎，不要打！来，你打，你解开了，等一下，你解开这个老鼠的头，再一解开就发现一个东西，你看它的名字。Gary 啊！这只老鼠是 Gary 做的，不是？这只老鼠是 Gary 弄的。哦，今天玩 Love is Forever 的那个，哎呀，哎哎又，等一下，你停一下啊！我要表演给小雨看，小雨，我把你 TP 过来，小雨看好，小雨看好，好啊，会飞多远哦？啊，站着，蹬屁股，小雨送你。哎呦呀！打死阿南！好啦，打死阿南！这只猫你不要吗？这只猫你不要吗？小雨，这是我送小雨的猫。然后你不说一下那个南瓜派是谁做的吗？这个南瓜派是你认识的阿言做给你的，可以把它吃掉，没关系。这牛排是阿松给你的，这牛排是阿松做给你的。对，这个生日快乐，这是安安做的。打混战，打混战，打混战！打我个屁！打我个屁！打我个屁！喝牛奶，不行！打混战，哎呦呀！小雨不公平啊，你不能拿剑的啊！我头，哎，小雨穿上去啊，那衣服给你穿，你穿上去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为什么在你身上？我跟小雨呢？为什么会拿走了我给小雨的生日礼物了啦？你拿走我？干嘛拿走的是？大混战啊！战斗时间！哦呦呦！啊，还你！飞吧，小雨！等等，你要帮我还你。等等，不要打我，还给他了，还给小雨了。你帮我说，我怎么知道我要怎么还给他？小雨，你看这一只猪，小雨，你看这一只猪。啊，我知道我要在小雨面前表演东西。耶，什么？生牛排。小雨，看好，看着我哦。生猪排。你看这一只猪，这一只嘛，对不对？这给你。你们都丢下我了。看好，看好。去哪里？咖啡猫，那先把剑给我啊！什么？你要看 Gary 飞走？追把剑给我，咖啡猫。掉了。Gary 拿剑，追把剑给我，我送你的啦。Gary 不要离开。过了，哭。这只是表演给小雨看的，这就是即兴表演而已。
我也来表演一下。小东帮我做一把剑。不要乱偷礼物 ，Gary 不要生气的、啊，这只是为了小雨的。小雨他应该不会希望那个吧？我要打一下电话给小雨，之后跟小雨说生日快乐。哎呀，我死了！等我啊！谁呀、啊？今天给小雨砍，给小雨砍。我觉得这里有很多人都不愿意被他砍吧。好，我们这集就先拍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不是还要唱歌吗？问号。那他家的张哥被我打爆。张哥就只要等下次啊。张哥只能等我下次啊，因为我这等一下我重生点，为什么重生在岩浆？我没打你。我这次要睡觉啊。我又死掉了。好，如果我们这一集就先拍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左下角点一个喜欢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最新影片，再点一个订阅哦。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小雨。